和大多数餐饮品牌吉祥物一样，王品和牛涮的吉祥物牛社长，它有时是菜单上的装饰，有时是社群 po 文上的插图，消费者吃过看过，注意力却常常错过。有什么方法能让吉祥物和消费者产生连结，成为更有效益的品牌资产呢？答案是，我们让 AI 给牛社长长脸了。利用 AI 科技，我们成功还原牛社长的真实面貌。当牛社长化身真人，就和网友产生了真实世界的连结。一时之间，牛社长像谁的话题开始迅速燃烧。我们更发起寻找牛社长活动，网友只要上传照片到活动网站，透过 AI 大数据分析，比较相似度后刷脸就能换取优惠券，成功让撞脸话题转化为店头消费。与此同时，一位世界级网红也来参与活动，什么都能办的 Low Cosplay 泰国小哥，再度为活动创下话题热度，引起众网友前来朝圣模仿。活动期间赢得了广泛的媒体报道，现在王品和牛涮的吉祥物不再只是牛社长，而是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消费者。